在掉地上了。不到三秒还能吃，有了婉婉，我的脑子就能转弯了。哎，轻松多了。真以为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？你说我闺蜜怎么样了？她嘴上沾了点小气，抹点脂肪膏就好了。大夫，我兄弟咋样啊？他脑袋门钻的有点快，这可有点难办。婉婉。太快，被王文的小气吹成龙卷风了。啊！都怪爱情来得太快。